又想让大家知道我其实就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次他拿的不是代言费，是遮羞费哈。那要再多一点，我觉得。张智霖的《开金口》完全唱现场。唱哭了、他说怎么音调都不准，怎么会这样？干脆不是练过了吗？很多歌手都是这样，台上去但一忘词就开始假哭，就是音调练，就我就不唱了。你说的是谁啊？诚意满分了、那歌手的部分大家就，对，你们就打吧，我豁出去了。可能下一次如果还有大家愿意让我唱歌的话，那就是谢谢清风喽。就请清风写歌这样。公开是好友清风要歌，张智霖的介绍广告中大秀歌艺，请来好友安波帮忙写歌。虽然歌艺不好意思打分数，但对自己的开车技术倒是很有信心。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对啊，没问题的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坑在面前出现。男人女人都蛮好的，我自己就可以开开车。开赛车的男人。又看到一个坑。今天那个道路怎么有点崎岖？想放作者给你自己，8个字，8个字是不是？工作家人，平安健康。回八个字，让我想想，那我就回他：杀青快乐，顺心自在。嗯，对。谢谢，你们得到了最后的答案，谢谢大家。又看到一个坑，这是被埋进去了，我已经埋在坑里了，可以吗？这幅叫做杀青快乐，张智霖也才刚在垦丁杀青，更抛出阮经天探班照，呈现我在垦丁天气镜回忆杀，超级有义气的，因为我很久很久没回去，我们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，然后但是老朋友都在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小天，就是我们在聚会这样，然后你要不要下来？我本来想说这个邀约他应该不会来吧，毕竟也是有点远，就他后来瞧一瞧之后，他隔天真的带着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一起下来。超感动，这么义气，超义气，而且因为我杀青嘛，他当天还请全剧组喝了100杯饮料。对，你从台北来。对，我觉得啊，真的有义气哦，有义气。小天，小天可以哦，100杯啊。他讲，对啊。鱼燕其实是鱼燕是一个美丽的错误，你知道鱼燕是另外一个人叫黄鱼燕，真的就是鱼燕。哦，所以对，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不是那个。对，但是我们就有传简讯给他，然后就说大家都很想他这样。假发啊，因为其实我的头发是更短，因为广告的时候是真的，广告的时候也是假的，是这样子。嗯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